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六月十四号的《观天下新闻》，我是李一凡。新北市政府在十四号这一天进行了一场模范警察和绩优员警的颁奖典礼，市长朱立伦亲自到场加冕尽忠职守表现杰出的警察同仁，并且也对默默付出的员警眷属们表示最大敬意。在六月十五警察节前夕，为了感谢人民保姆的辛劳，新北市长朱立伦亲自颁奖表扬六位模范警察以及十位资深绩优的员警，并与在场所有员警共同欣赏受奖人感言与家属温情对话的影片。更安心的工作，就工作上来说，你是一个敬业的警察，对孩子们来说，你是一个称职的父亲。看到各位的表现，相信我们都与有荣焉，尤其是各位的所有的宝眷，不论是各位的另一半，或者是子女，或者是父母家人，都以我们这些同仁为荣，都以各位为心目中最棒的英雄。朱立伦表示，警察压力很大，尤其新北市有全国最多的人口，民众对治安的期许相当高，市府两年多来的努力有目共睹，犯罪率大幅下降，重大死亡交通事故下降，现在加强酒驾取缔。他强调，严格执法是为了保障更多人民的安全，希望全民来共同监督。我们绝对不容许酒后开车而肇事，甚至造成人命的伤亡。我们的所作所为绝对不是为了财阀，或者是羁押，或者把这些酒驾的人判刑。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为了保障他个人、他的家庭，以及所有潜在可能受害所有人的人命的安全，跟他的所有家属大家共同的幸福。所以我们对于酒驾、酒后不开车，就是开车绝对不能喝酒，这样子的一个坚持一定要贯彻。我们新北市昨天开始大执法，继续的来做。另外，朱立伦也说，为民服务的工作需要全市府各单位共同努力，市府更结合了现代科技，整合医化系统，启动智慧城市防护网，共同维护民众的安全。记者方强，市府常报道。